主料，土豆一个，辅料盐、胡椒粉、干辣椒几颗，蒜五克，生抽、醋、土豆一个，切丝，泡水，去除表面的淀粉，蒜、花椒、干辣椒备好，水开后，放入土豆丝，灼下，捞起，注意时间，短了不熟，长了就粉了，过冷河，加盐、胡椒粉，拌均，加入生抽和醋，拌均，蒜、花椒、辣椒爆香，浇在拌好的土豆丝上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